我今天要在这儿跟我的偶像拍一组情侣大片。你偶像那么多，你找谁拍呀、啊？不告诉你，待会儿你就知道。反正特别帅，我跟你说，偶像哥哥我来了。不是说今天在这儿吗？没人呢。哎，人呢？不知道。哎，我看到了。看个谁呀、啊？那个。啊！我天，我的偶像小雨哥哥。小雨啊，你真来找他啊？跨越几百公里，看到本人。满足了啊，就还有其他偶像呢。还有谁？美妮。哦，对，还有美妮。我还在这儿呢。谢谢宇哥。